烫吗？烫，烫死了。莫愁乐师刚刚把药煎好，就小跑着送过来，药自然是烫的。你亲自为布谷煎的药？还是姐姐亲自上山采的药呢。采药的时候从树上摔下来了，手臂都摔伤了。还疼吗？只是小伤，并无大碍，多谢大君。有这么体贴的妹妹，以后可以为大君分忧了。拜见王后。起来吧。奴婢可不敢，奴婢怎敢和王后娘娘以姐妹相称？大君已经奏告太后要封你为妃了，你自然就是本宫的妹妹。怎么，你还想做姐姐？不，莫愁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那莫愁就先行告退了。